60秒。哎呀，亲爱的，没法弄啊！来，请关门。来，请开门。哦，出来了，你看。哎，你去抱他，我看看。快点，抱上。一开始拒绝不也不拒绝了吗？你以后啊，想说话的时候控制不住，你就抱抱你老婆就得了。因为教你说真太费劲了，我看你教你点动作你没问题，对吧？对，你看乐了，哎呦，这太不容易了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见证一下属于这对年轻夫妻的浪情保鲜记。有网友提问说，对男朋友总是不放心，因为关联了 QQ， 最近呢看他给其他女生的自拍点赞了就特别恼火，因为是异地，因为这样呢还闹矛盾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觉得自己也不丑，可是无论我穿什么衣服，男朋友都很少夸我，感觉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，是我心眼儿太小了吗？你既然已经感觉到自己不是男友喜欢的类型，干嘛还苦苦地折磨自己呢？赶快找一个喜欢你这种类型的男朋友吧，祝你幸福，谢谢。